不说不知道，江志峰竟然荡漾全脑。哎呦，他颜色跟蓝色摸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这个是蓝色的，真的。哇，手力这么厉害！他们就靠一个徐梦辰，那我今天手又受伤啊，他手受伤，手受伤。哎呀，这是我滑了，你我不滑不来，我来就好。真的有划船过，而且我手。究竟综艺潜力股江志峰是真的啥都会，还是靠吹嘘？本周见分晓。